们，大家好，又见面了。今天呢，网友啊说能不能给我们做点时令菜啊，也就是这些个青菜类的。能啊，从现在开始一到永远啊，一天我发两个视频，一个视频呢是肉类的，或者呢一些个就是过去菜谱上有的一些个大众菜啊。额外啊，这两个菜必须有一个时令菜。时令菜比如说炒个菠菜呀、啊、什么白菜，炖个鱿鱼粉条啦，什么豆腐啦啊，这都可以啊。今天咱们做的是大葱烧豆腐啊，现有的，现在我这有的我就做一下。然后呢，咱们这些个粉丝朋友们啊，你们也帮我想一下吧啊，就以东三省啊，你们吃过的这些个菜都有什么，完了你点一点，我好往前想一想。说真话，只要东三省的菜我不会的不多啊，一点不谦虚，因为在那里生在那里长在那里，是吧，这菜呀 啊基本上都会啊。我说了，我从现在啊到我62岁至少还有5年，是吧，在这5年当中我绝对不会给你重样了，咱就随便做，都是咱们家那边的菜啊，山上的菜啊，天上飞的啊，地下跑的，海里游的，是不是啊，咱东三省什么都有啊，很多很多的菜。希望大家呢帮我想一想你认为啥好啊，你提示我啊，给我留个言我就做了。好了，现在咱们就开始做啊，用心做好菜，吃出健康来。先看一下这个葱我怎么切啊，两面带尖儿的呢，毫无疑问啊，就是有点发碎啊，要是直接破两半的呢，也没见得说就好到哪儿去。哎，但是人们吧各有一种看法，有的吧看切的像蒜苔的齐头吧也不是很舒服。说真话，我觉得呢还这么看吧啊，老家那个话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瞅得挺板正，是不是 啊一破四瓣，然后你自己根据是吧，你这么长正好，你看能几刀是吧，一刀两刀啊，这块呢就得三刀，那个就那么样，长点就长点了啊，这么一放。那个买葱的时候啊要嫩，你别向我这学习啊，这还带大葱骨头呢，但我这葱好啊，人这葱啊是这个山东大葱，嫩啊，咱们本地的葱真是差点。然后呢我再切这个豆腐，今天这豆腐挺好，我也不怎么的了，我就有这么个点儿啊，我一给咱们做菜吧，做豆腐菜呀、啊、这个豆腐不是在车顶上让别的菜给压一下，就是这车呀一逛的，哎，给我整坏了啊。今天没有，今天这豆腐你看多好，它就没有那个地方啊，这样先给它切成1公分厚的片啊，1公分厚的片，不要太多啊，给8两豆腐就行，我这给量又大了，1斤了，或者1斤1两了啊，这样啊，多还是多，我再拿出点吧，再拿出点，你在家也不能整那么多是吧，哎，这再来一刀啊，这么切看啊，1公分粗细的条啊，现在呢我就可以下锅了啊，水开了。这个煮豆腐啊，你火再好，说我下里就开上锅了就捞出来，那是不行的啊。豆腐呢热的也慢啊，让它热透也慢啊，你等热透了捞出来了，你让它想法凉那也慢啊，豆腐就是这种性质啊。朋友们看啊，在锅里煮了3分钟啊，3分钟豆腐还没飘起来，关键是啊，要飘起来就算飘起来了啊，这样行啊，真正的全飘在顶上就是老了啊，这就热透了啊。你看啊，一动这个豆腐啊在里头非常轻啊，有往起浮那种迹象，这就可以了。为啥我今天把豆腐想起来了，你要知道啊，因为我做豆腐比较拿手，
所以就把它想下来了。然后我要说我做这个豆腐拿手呢，那你现在你就得集中精力看看我怎么拿手的啊。你看完以后吧，完你还得一捂嘴乐了，让他给糊弄没有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就下了这么几种料啊，它就好吃。吃过我这个菜的人十个有九个半啊，都得说好啊，都得说好。另外我告诉你啊，这火别大啊，调小一点的，你这把葱啊煮一色了，上色尽量别让上色啊。看看，哎，这样就行了，这葱就熟了。哎，这样，豆腐下锅，调成大火，哎，酱油啊，看啊，海鲜酱油往里一放，哎，你要看豆腐这个色儿，行了啊，少点一点点。少点一点点盐就行啊，这些盐啊，因为我这是跟你吃饭啊，吃饭用的，不是喝酒。要是喝酒的话呢，就不应该加那个盐了啊。哎，这个酱色一上这个程度，相当相当棒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再放上材料油，这叫材料油啊，材料油啊、哎。要是河北人会说话，好吃的不行了。就是啥叫不行了，就没有那么好的了，好到顶天了。看看这个菜我做的有多简单，你们在家做一做，好吃，确实好吃啊！吃饭喝酒都可以，赶来就是看的不是那么十分太好看啊。好了，有什么需要给我留言，谢谢诸位观看。